大家好，我是胡胡骑射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9号。那因为接下来2天呢，我有上班的关系，所以可能没有时间呢拍影片了，所以就利用这个时间呢，给大家做一下年末的一些小总结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2021年时间过得飞快啊。以台湾这边的状况呢，从5月15号宣布3级的防疫警戒之后，整整有半年多的时间呢，是外出都是各种限制，很多的不方便的。那变成说，我们人都只能在家里头活动，那时间的流逝就会感觉很快了，因为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，每天就是等着晚上睡觉这样子而已，非常非常的无聊。当然了，这个说无聊呢，是指就是平淡一些。其实我每天的话呢，还是应该正常去工作啊，然后其他副业啊什么的，影片啊，这个我们都还是有在进行的。然后每年的话呢，都会有一些朋友们会录制一些什么年度最好的几个玩具的排行榜。那其实我也经常收到这样子的留言，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下。那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推荐什么玩具给大家，因为每一个人入手的经济能力都不太一样啊。那以我是属于一个比较平民级的这个分享爱好者的话呢，那我今天的话就挑了大概是有7个吧，就是我不敢说他们是最好的啊，那我只能说呢，这几个玩具呢是我今年之内呢我花比较多时间在上面做摸索做把玩。当然摸得多不代表说它变形比较复杂，可能是因为它的变形就是有趣、简单、好玩。所以呢，我反复的去把玩这几个玩具，那我就，开场的话，我们就先把这7个玩具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享。从最左边，这是 NPM 12，可能也是我今天唯一跟大家，比较，我认为是我今天玩的时间比较多的，MP 级别的玩具啊。这一款尽管很多人不满意啊，说什么门板手啊，这个车型的这个猫耳朵之类的，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它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，尽管。可能跟 SS38 呢有非常多这个借镜的地方，但是不管如何，它是我喜欢把玩比较多的时间比较多的玩具。我这么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毛病吧？我确实玩它的时间比较多。那再来，这个是今年1月份呢，是我拍的一个SS 系列的这个钢索860大电影系列。那具体这款玩具 是2021年出的还是2020年出的，我已经不太记得。但是我去翻阅我影片更新，它是1月中旬的时候 上传的，所以我就姑且把它当成是今年的一个玩具啊。它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，也是一样啊。这个一样又使用了大量 MP08 的一个变形的思路在上面啊。可能就是因为我曾经变过它类似的玩具，所以我在把玩这一款的时候比较轻松，心情比较好，就会多掰一下。包括之后还有再拿出来稍微玩一下。尽管它后面有推出一些配件包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特别去买啊。这个玩具是这样就是这样吧啊。那么同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干脆先跳过来看这一款三角龙啊。这一款也是我，后来有花比较多时间去把玩的一个家伙，非常可爱，憨憨厚厚的一个样子。那当时的话呢，给它的评价也是比较高啊。确实到年底回忆起来，它也是我觉得，可以跟大家聊一下的。然后你会看到有两个同模的啊，不。你会看到有两个都是红色的家伙啊，其实这家伙大部分都是红色啊，这款火流星啊，这个火流星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模具啊，其实是那吊车啊，还有这个消防车啊，变形起来就好玩，但是以配色来说，这款火流星有戳到我的点啊，它的分色啊，各方面的话呢，比这个消防车啊，还有这个甚至比吊车就好上非常的多了啊，所以这一款也是我比较多时间去把玩的。然后这个是今年算是年底的时候呢，就是出现了这个红色录音机啊，拍子达这一款，它除了变形简单好玩之外的话，主要是它的一个隐藏的一个形态呢，是一台收音机，它有一个多了一个弹射的这个一个小的一个机关啊，为这个玩具也是加分比较多。那再来的话是这一款是网飞的这个邦博比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1月份的时候更新的，所以我就姑且当它是1月份的时候的玩具，应该是去年推出的了，应该是去年。那它的价格呢，可不可以聊一下？因为它的价格呢，在网飞的玩具里头，这款应该是标的最离谱的，它跟这个 Mojo Class 的音波，
啊，声波呢是两个涨价涨得最多的啊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是台币就是涨到2000多块钱，但是后来有这个3C 版，突然的这个有人把它引入台湾，它的价格现在台币大概900块就能够买得到了啊。那因为这种金龟车造型的这个大黄蜂啊，而且是这种 Deluxe 等级啊，就美版大货的玩具其实并不多。那所以这一款的话呢，我个人如果说现在的这个价格了，我觉得你可以入一款啊，毕竟这个老爷车啊，金龟车其实挺好看的。那再来你会发现最后一个是唯一的一个第三方的玩具，这一款 NA 的这个钻石总司令官啊，这一款确实是我今年玩到第三方的玩具里头，我觉得是最有趣、最优秀，综合评价我觉得是最好的啊，最好的。这个只有你真的是玩过，你才能够知道。那也不是说推不推荐，但是我就是啊，今年花了最多的时间啊，应该说这几个玩具陪伴我的时间是最多的。那我不知道你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啊？没有关系，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交流一下，没有问题。那再来，我们就简单聊一下今年变形金刚的这个圈内有什么大事。其实我认真回忆起来，好像也只有两件事情而已啊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电影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啊，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期待明年的这个2022年呢，可以一起去看这个湘北跟湘王啊，不对。啊，灌篮高手的电影也是很值得去看了啊，但是明年是变形金刚电影也要去看啊。如果说我自己是这么觉得了啊，就是真人电影的话呢，它肯定有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度。如果说变形金刚的玩具是我这么一个比喻啊，如果说变形金刚的玩具是《三国志》的话，那么 G1 的卡通可能是《三国演义》了，那真人电影就是《三国无双》了啊。那这个辐射的力量来说呢，我想真人电影还是有它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的，不管它之前第五集拍的怎么样烂啊，我还是啊，希望说一直能够有真人电影啊，让更多的粉丝能够加入变形金刚的同好圈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，有一段时间大家疯狂转载的环球影城的这个社交牛逼症的威震天，啊，实在是太好笑了，因为他的这个我只能说，这幕后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，头脑也很好，反应非常的快，很机智哦。每那一段时间，大概每天都有网友会传一段影片给我看，而且几乎都不重复。啊，怎么每天都能够变出这么多有趣的台词，这么多好玩的对白，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。那一段时间的话呢，就是也是，那个时候台湾这边是刚好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啊，所以就那一段时间，这些社交牛逼的这个威震天的影片，也算是陪我度过一段这个防疫待在家里头不能出去的时间啊。那么大概也就是这样子吧。其实我今年个人的生活来说，我其实今年过得算不赖，除了说疫情那半年多都很少出去活动哦。然后我那半年大概胖了大概8公斤吧，真的是太夸张。那为什么会胖那么多？因为运动量实在是绝对的不够。因为外出你必须要戴口罩，然后我就很懒得去做运动啊，就是不太方便做运动。然后，因为照片的处理很多，因为我现在一些摄影的话是我一个算是已经是一个副业了，我不能缺少这份工作的。然后就常做，然后饮食的话呢又没有控制好，运动量又少，就疯狂的增胖，那就造成了我今天没有办法面对大家啊。前一阵子有录一个影片啊，有外景，有露个镜头，我发现自己实在是，我以后会尽量自己让自己暴露在镜头前面啊，才能逼自己减重啊。那再来就是，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不太清楚我拍的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。我还是简单说一下，就是说到今年为止，应该是说历经了2020年跟今年2021年呢，我已经很明确的呢。在就是摄影工作上面已经变成是我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，它已经它的一个凌驾了我做开箱影片的流量分红了。那我拍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比较可能没有办法很常剖给大家看啊，就是尺度来讲都是比较大。那因为跟一些妹子们合作，她们本身就有在拍摄一些写真集，不管是实体本还是电子档。那等于是说我跟她们搭档之后呢，要么我是收取这个费用，不然就是拆账一起卖，或者是我帮他们卖，我当他们半个经纪人或怎么样，反正 anyway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营，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，那也确实得到一些回报。
然后我给各位看一下，比如这个拍的东西就是不太方便给大家看，因为可能就是躲在玩具后面好了，这样子可能还能过审啊，就会有一些周边啊，像这个是月历嘛，然后就会有一些什么海报啊，写实体写真本这样，然后有时候还要跟他们去这个场次，就是展览漫展上面去做一个摆摊做贩售，然后我也很感动说。有一些同好真的会冲到漫展去，然后到摊位上，他们不是冲着妹子去买写真集，是不是冲着妹子去买写真集，而是来找我，然后买我所摄影的作品。那我非常的感动，我就是有点意料之外的一个高兴。那除了这些之外，这些都是属于玩乐娱乐方面的事情之外，在我现实生活中，我的。工作的，我有一个正式最正式的那个工作呢，我上班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我好，我大概就是我上班那个地方，我们的那个大股东叫做郭台铭的那个地方。我今年的话呢，就是年底的时候还有升职有加薪，那调薪的幅度是让我非常满意的。所以其实综合来说，我今年过得算是非常的不错。那疫情的话，就是乖乖待在家里而已，然后其他该。工作该表现的地方呢，我依然没有停下我的脚步。那各位年轻的朋友也好，或者是比我年长的朋友也好啊，就是没事，反正我们人只要还在呼吸的一天啊，就是不要停下，不要松懈啊，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能够进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。包括我今年，我说的比较粗俗一点，我看了我自己的这个存款之后，我都有点意外，说我今年的。一个成长的话呢，是我以前都没有办法去想象的。原来我也可以做到这么样的一天，好吧？那么就也算是给各位一点正能量的补充啊。那么就2021年的话呢，就剩最后几天了啊。那我也祝福大家呢，然后今年都平安度过啊。明年的话呢，我们一同啊进电影去看《灌篮高手》啊，不，去看《变形金刚》的这个最新的电影啊。那就祝福各位来年更加顺利，也谢谢各位这一年来的支持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